大家早晨好，今天上午我们在床上一直赖着没起床。今天我们要把牛肉削出来，但是不能彻底削，因为我们晚上再吃。哇，看看这些牛肉，个个都是 M9 级别的。看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吃的。当然，羊肉我们也要烤一部分。羊肉的话，我们烤羊腿吧。卷的我们留下来，这好像是块猪肉。好，大概1、2、4、6块，削六块出来。还有羊肉。这是我们昨天吃那个涮羊肉啊，剩下的一部分羊肉，当然我们还得再削一块羊腿肉。晚上回来我们烤羊肉、牛肉，这样的话就不会让它过快的解冻了哈。晚上回来它可能还是半硬的状态。哦，没事，这都是冰。好，削着我们先放在冰箱里边，然后晚上再吃。今天我去遛你吧，好吗？好，今天我去遛他。早上第一件事永远都捡屎。这两天的天气还挺不错的，过年这几天天天都晴天，并且不下雨。那种车上有块羊排是吧？羊排在那边吧。咱们是烤羊腿呢还是烤羊排？烤羊排。羊排，行，那就削一块羊排出来，放在冷藏里，不要放冷冻里。削一块羊排，就硬着削啊？对，硬着削，因为咱们要削一天的话，那个肉要坏掉的，就先放冷藏里边，让它稍微软点，回来咱们把它一切一烤就行了。我已经削出来，牛肉削出来了，然后，羊肉咱们要不要烤？要不要串串再烤点羊肉吧？羊肉串？可以。不知道为什么。那还有一块，还有一条羊腿在。你先把羊排削出来，露露。车上那块羊腿放在冷藏里边，咱们晚上要是吃的话备用。好，串羊肉串。好的。好嘞，今天我们就要用这个桌子来吃晚餐，然后等会儿今天就把昨天的饺子吃掉，煎一下就好了。今天买的鞋子到现在才用是吧？哎呦！好，今天终于可以穿新鞋了，因为要出去。这是我们俩的鞋子。之前已经试过了，是没有问题的。标还没解，还附送有鞋带雨刷，是什么干燥剂？也没闪。鞋盒子，那双是他的，是小波同学的。这双才是我的。哎，我这里边为什么不给送鞋带呢？他为什么有备用鞋带？男款没鞋带吗？我的天，区别对待。哦呦，我的备用鞋带是黑色的，他的是白的。虽然好像是同一款鞋，但是我天，这个大小也差太多了吧。白鞋最容易脏，你是不是在这儿又舔这个舔肉呢？奥斯卡，它太硬了没法弄，但是太软了又坏掉了。所以我就想办法解冻软了，但是又不是冰冻状态，看这能不能放下。可以。好，找个剪刀，把我们鞋子的标签剪掉。
洗脸换衣服啊。今天的早餐呢就比较随意了，来一包即将过期的奶茶。然后等会儿我们出去把饺子煎一下，肉总在煮面，然后我们就把早餐解决了。早上打算要煎一下饺子，昨天的盐呢？拿勺把这个辣子鸡分一下，啊、四个人，拿几鸡？辣子鸡这个不光分，这个放到最皮面，我看一下，把辣子鸡压到下面。来、啊，这一盘饺子。好的。班长。我要吃饭就走吧。要拿什么？下个月大考现实，我期待考上了，神奇一下。吃饭谁还要？去。啊，换我去吧。吃饭，下面你。可以了啊，我去吃了。对，你别坐那个，你肯定吃。嗯。哎，那个。小心。大仙儿起来吃饭。佳美，你走开，这个舒服。谁还要可乐？来吃饭。对对对。四千九，这个，不能加差配过了吧？差了，再放点水。嗯，行，你上去吧。没有你做的最好。好吃。嗯，坚果的好吃，是吧？嗯，我觉得坚果的特别香。炸的原肉。嗯。煎的，煎的不错。油炸的东西啥子不香吗？香的是。对，炸个面摊都是香的。各种各样的，还有吃米饭的，包饭的，吃饺子。这早餐自己吃自己的。那个是咸鸭蛋吗？嗯嗯。我靠，我吃了。这边来一个饭团，给你搞一个。啊，我不吃。你想吃个咸鸭蛋吗？我不想吃一个咸鸭蛋，我就想吃一个咸鸭蛋黄。你把它抠走，把它抠走。但是呢，如果里面蛋黄都不好吃的话呢，那个蛋白呢，吃起来也差点味。嗯，好香，好香。咸鸭蛋黄就要留油嘛，留油就必须咸嘛。出去之前先把小狗先遛了。我天，这两个又开始追逐，横冲直撞。哎呀，我去！贴地飞行，你这叫做。快跑快跑！哎呀，你跑累了，呛到了。追他！哎，怎么撞？怎么撞上去了？小心，再溜他一会儿，他也快不行了。哎呦，屎跑出来了！就给你把屎流出来了，捡铲子，捡树叶子。我说他就得跑跑才能运动，才能大便。捡树叶子去，捡树叶子，捡屎去。奥斯卡，你倒是会穿裤裆了，奥斯卡。哎，你一会儿打成真的了，一会儿吃完午饭我们就要出发去看电影去。壮士，这晒的呀！壮士，请饶我一命！请饶我一命！美少女壮士，美少女壮士，壮士怕晒的，都头上顶着衣服。我还好，一般不太容易晒黑，晒黑的很快会白回来。
这一到中午就特别热，这个天气可能要达到32-33度，然后太阳还暴晒，晚上呢可能又会降到10几度，白天夜晚温差20度，所以白天需要冷空调，晚上需要电暖气。